接下来我们将要揭晓的荣誉是每一届微博，这就是2020微博 King and Queen。 那接下来就让微博 King 记忆中明亮又热品，真诚回馈热爱，凡事过往皆为序章，他一步一个脚印，坚韧不拔，为梦想而战。微博 King 肖战，微博 Queen， 我的生日是浮躁，砥砺前行，成为90后演员里流量与实力兼具的中坚力量。微博 Queen， 杨紫，恭喜肖战、杨紫问鼎2020微博 King and Queen， 请登台捧起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。有请二位。超级绅士的肖战，当然也非常美丽的杨紫，像花仙子一样。对，来吧，有请二位捧起你们的微博之光。同时也要欢迎新浪董事长兼 CEO 微博董事长曹国伟，有请曹总登台为他们送上鲜花表示祝贺。请三位合影留念。好，谢谢曹总，谢谢，辛苦了。